在未来，世界已经属于机器人，人类被看成异类，甚至会被当成建筑材料。新来的机器人发现了这一幕，它将面临被灭口的危险。事情发生在一个黑色的星期天，一个机器人对着手下骂骂咧咧，叫他马上把事情搞定。然后他愤怒地砸着栏杆，发泄完之后，走进办公室喝起了咖啡。桌子上这一堆图纸很明显，这个黑色机器人是个包工头。突然，一架飞船从屋顶飞过，此时包工头还是有点紧张，好像工地上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包工头望着窗外，这可能就是以后的交通工具。此时飞船上下来一个小机器人，然后是小机器人的父母。父亲让小机器人跟妈妈回家，他要去工作了，转身向办公室的工头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向工地走去。进去放下工具后，转身便看到了这一切，他愣住了，两个机器人正把一具人类的尸体放进混凝土里面。原来刚刚的黑色机器人是吩咐手下搞定这具尸体。这时两个施工的机器人也发现了他，一边的红色机器人马上拿起一把铲子，机器人父亲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，但另一个机器人堵住了门口。眼看事情败露，一个机器人拿着武器冲过来，机器人父亲马上反击，解决了第一个机器人。第二个冲上来就是几枪，但也瞬间被反杀，然后一个红色机器人把他甩了出去，屋外的白色机器人扑上来，接着两个红色机器人配合，直接把他按在墙上。机器人父亲奋力反抗，很快就干掉了这两个红色机器人，最后还剩一个白色机器人。机器人父亲卸下了他的手臂，然后重重地给了他两下，这时他靠着房门大口喘息。就在此时，妻子的公文包被丢到了眼前，原来是刚开始的黑色机器人，自己的儿子也在对方手里，而他的妻子很可能已经被这个黑色机器人给杀了。小机器人马上挣脱了控制，接着又是一场战斗。这个黑色机器人显然不一般，看这架势就知道，一拳就把机器人父亲打倒在地。在黑色机器人面前，他毫无还手之力，于是叫儿子快跑。机器人父亲抓住机会，给了对方重重的一拳，但这时黑色机器人竟然还有另外两只手，这个配置肯定很高，双拳难敌四手，机器人父亲根本不是一个级别。就在红色机器人要杀掉父亲的时候，儿子趁对方不备，结果被对方一拳打到墙上。看到儿子受伤，父亲彻底怒了，直接抱着对方冲了出去。黑色机器人胸口刚好插进了钢管，但他还是不解气，他愤怒地卸掉了对方的手臂，最后彻底解决了黑色机器人。这时儿子醒了，他带着儿子准备去找妻子，但地上只剩下妻子的眼镜，他看着冰冷的地面，妻子早已被水泥掩埋，此时他们就像天上的小鸟，只剩下他们父子了。父亲捡起摔烂的眼镜递给了儿子，但儿子无法接受这一切，拿起身旁沉重的锤子，嘴里不断地呼喊着妈妈，无论他怎么砸都是徒劳无功。他绝望地看着自己的父亲，最后小机器人还是接受了这一切。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。当机器人有了人类的情感，他们会因为利益除掉同类，他们也会为了家人而拼命，这又像不像现实的社会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关注下回更新不迷路。